赵露思因演出传闻中的陈芊芊打开知名度，之后又接演多部热门戏剧，深受众多粉丝喜爱。而近日她与王安宇合体拍杂志，有狗仔就拍到赵露思正吃着口香糖，不过她似乎不喜欢口香糖的味道，整张脸皱在一起，之后把口香糖吐出，左右看了一下想丢掉，而一旁的助理看到后直接伸出手接下口香糖。这画面一出，就有网友批评说道，说她助理好惨，不能拿纸巾包一下再给助理丢掉吗？不过有人表示，赵露思一开始似乎想要找地方丢，是助理主动伸出手要接，加上助理和他是从小认识到大的好朋友，因此认为网友们根本小题大做啊。